这个顾云深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你也别生气了，以后机会还多的是呢。苏夫人，这么晚了还不就寝，在忙什么呢？我们在准备明日的舞蹈呀。倒是勤快得很。不过，就是我们夫妇讨个生活而已。想当初。 你说要嫁个有权有势的男人，让你过上高高在上的日子。如今这日子确实高高在上，可惜啊，只不过是个卖弄姿色的舞娘罢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顾将军，恕不奉陪。 放开他！就凭你，我们犯了什么法？意图行刺天子，这个罪名够格。血口喷人，欺人太甚，是与不是审了便知。顾将军垂涎我家娘子美色，轻薄不成，便想公报私仇，是又如何？够了！ 夫君，我们走。哼！锦瑟，锦瑟，锦瑟，顾云深，你明知道狐族中了九天雷峰会险象，还用如此阴毒的手段，你。 你身中九天雷符，我带你回去疗伤。我不需要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夫妇此次进京确实是别有所图。五年前，国师带人闯入狐族山野，想利用邪祟抓捕我的族人，然后与狐族分一地，最终与我敌国师。如今，我的族人都被国师给抓走了。此时此刻，生死未卜。 我是狐族的圣女，我必须要救他们脱险的。更何况现在这京中邪祟肆虐，伤人无数，这些十有八九都是与国师脱不开关系的。还请顾将军能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与我们夫妇合作。天下苍生，与我何干？顾云深，既然顾将军不愿意帮忙，我也不勉强。 只不过你可以看在昔日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不要与我们夫妇为难。苏夫人，你不用拿天下苍生救命之恩来逼我，只要你自见真心，我什么都答应。你别太过分了，顾云深。狐族生性放荡。 你又何必装的三针九？顾云深，你别逼我，我逼你又如何？即使如此，好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 带着一同。
顾将军，本宫的马车坏了，等宫里来接还不知道要多久呢，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正巧遇上将军。周贤，你务必将公主平安送回宫中。顾将军，您的马车正好空着，不如由您亲自送公主回宫。臣的马车简陋，怕怠慢公主千金之躯。本宫不介意啊。公主，男女有别，我家将军也是为了公主的清誉着想。父皇已经同意我们的婚，同意我与将军多亲近了，只是同乘一车而已，将军得利了。臣还有要事在身，不便陪伴公主，还请公主见谅。顾将军一再推脱，莫非车里有什么不能让本宫看见的？公主殿下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顾将军的车上？公主殿下，锦瑟与夫君初到京城，在教坊任职，刚才偶遇意外，不幸走散，得顾将军搭救。哦，你已经成亲了，嗯，太好了，你放心啊，我这就叫人送你回教坊。谢公主。顾将军，我现在可以坐你的车回宫了。有宁公主，臣先告退。顾将军，你这伤难道是刚才那个女人？撤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呐。甜不甜吃了才知道。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字竟惹人痴，只怕你心无得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起心头寒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，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，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，一爱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相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今世今世相依今世又今世。情与争执，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字竟惹人痴，只怕你心我得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尽心头寒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，